解决。我又忽然想过了一夜，情感的东西是否需要感觉？也许我不知道，我是真不明了，人对情感的渴求是否那么重要？也许我不知道你哪儿最好，让我情牵忘也忘不了。也许我不知道你真的那么好，我的思念你又明了多少？我胡思乱想，胡思乱想，又过了一夜，思念的疑问并没有解决。我又忽然想过了一夜，情感的东西是否需要感觉？也许我不知道，我是真不明白，人对情感的渴求是否那么重要？也许我不知道你哪的最好，让我情牵忘也忘不了。也许我不知道你真的那么好，我的思念你又明了多少？也许我不知道你哪儿最好，让我情牵忘也忘不了。也许我不知道你真的那么好，我的思念你又明了多少？也许我不知道你哪儿最好，让我情牵忘也忘不了。也许我不知道你真的那么好，我的思念你又明了多少？我胡思乱想。